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尤其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对峙。随着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攻击，局势变得愈加危险，这是否会成为以色列反击伊朗的借口？自10月1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以及对伊朗核设施的潜在空袭计划，都使得地区战争的阴影越来越浓厚。此外，特拉维夫的枪击事件再次凸显了这场冲突的暴力性。两名巴勒斯坦枪手的袭击造成了数人死伤，正值以色列面对伊朗导弹威胁之际。面对这一系列惊险而复杂的局势，我们将剖析各方的战略意图和未来可能的走向。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来到六度解析的特别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以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动态。我们的节目来源于《经济学人》对近期中东冲突的深度报道。在过去几天里，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火箭和导弹交锋不断升级，变成了更为严峻的局面。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直接的导弹袭击，而以色列则对黎巴嫩实施了地面入侵。这一冲突起源于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许多人担心全面地区战争的爆发，现在这种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逼近。伊朗的导弹袭击发生在10月1日晚间，在美国政府和以色列当局发出警告后不久进行，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居民们纷纷进入避难所。此次袭击共发射了大约200枚弹道导弹，但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以色列的人员死亡。美国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以及战机成功拦截了这些导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这次袭击似乎已经被击败。尽管如此，伊朗的袭击意义重大，远超出以色列的潜在伤亡。以色列的政治和安全机构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变该地区的战略格局了。某些人士甚至猜测，伊朗的这次袭击或许是以色列引诱伊朗落入战略陷阱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9月27日在贝鲁特发生的真主党领导人和一名伊朗高级将领的暗杀事件。以色列在评估中提出，伊朗在4月的袭击失败暴露了其防御系统的弱点，以色列仅在3天后摧毁了伊朗的一处关键防空雷达，这让以色列空军对未来针对伊朗的计划更有信心。与此同时，反对攻击伊朗的论点之一是担心真主党的反击。但现在真主党本身正在经历动荡，以色列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个担忧变得不那么重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说服以色列军方相信打击伊朗的战略价值。今天，他可能已经成功。以色列的鹰派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支持这一行动，甚至可能直接参与，从而严重削弱伊朗的核计划，并打击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和军事强硬派的地位。在地面上，9月30日晚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一次小规模入侵，目标是摧毁真主党使用的导弹发射器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这次入侵并未动用大量预备役人员，仅有一个师参与，其中包括去年入侵加沙的部队的一部分。以色列官员透露，他们可能在边境建立一个几公里宽的缓冲区，目的是让去年10月8日被迫撤离的以色列公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尽管目前冲突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但以色列国防军和真主党之间的地面冲突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真主党的一些部队曾参与叙利亚内战，他们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能够利用山区进行伏击。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因在加沙的战斗而更加坚韧，以色列的战斗机和无人机提供了空中掩护。以色列还渗透并破坏了真主党的通信网络。美国对白宫表示支持以色列的行动，称其符合以色列保护其公民和将平民安全送回家园的权利。然而，也警告说任务蔓延的风险。
同时，特拉维夫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一列轻轨列车上开火，造成六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警方确认枪手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居民，称这次袭击为恐怖主义行为。袭击发生后不久，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在特拉维夫上空的伊朗导弹。这一系列事件让特拉维夫的局势更加紧张。以色列内政部建议特拉维夫居民靠近防空洞，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和户外活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次冲突不仅仅是地区之间的军事对峙，更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地缘政治利益。伊朗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追求影响力，而以色列则始终将伊朗的核计划视为生存威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支持以色列不仅是对盟友的承诺，更是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国内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也使得他们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应对威胁。从长远来看，这次冲突可能重新定义中东的权力格局。以色列的空袭和地面行动可能会导致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更加活跃，进而引发更多的区域冲突。而真主党和其他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会加强对以色列的攻击，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总的来说，中东的局势依旧复杂而严峻，各方的利益纠葛和历史恩怨使得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全局变化的导火索。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冲突的最新进展，并为您带来最准确、最深入的分析。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伊朗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彼此间长期存在政治和军事紧张关系。近年来，导弹袭击事件频发，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伊朗和以色列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终止了外交关系。伊朗革命后的新政权采取了反以色列的立场，甚至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此后，两国间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武装组织，而以色列则视这些组织为恐怖组织，并多次进行军事打击。导弹袭击事件。伊朗的导弹计划。伊朗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其导弹技术，导弹项目涵盖短程、中程和长程导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多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制裁，其主要导弹型号包括沙哈布系列、沙哈布30。伊朗最著名的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为1000至2000公里，能覆盖以色列全境。赛义德系列，这些导弹被认为是沙哈布系列的改进型，具备更高的精确度和更远的射程。以色列的防御和导弹技术。以色列在面对伊朗的导弹威胁时，建设了多层次的导弹防御体系，包括铁穹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炮弹，大卫弹弓系统，用于拦截中程导弹，箭式导弹防御系统，箭2和箭3导弹专门设计用于拦截高空和长程弹道导弹。主要袭击事件。近年来，伊朗和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事件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第三国，双方通过这些地区的代理人进行间接对抗。2020年11月，伊朗科学家法赫里扎德遇刺事件后，伊朗威胁要报复以色列，虽未有直接证据，但伊朗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2021年4月，以色列导弹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目的是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2021年11月，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使用铁穹系统进行拦截。国际反应。国际社会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事件表示极大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多次呼吁双方克制，避免冲突升级。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支持以色列的防御行为，并对伊朗进行经济和军事制裁。数据与分析。导弹数量，伊朗据估计拥有数百枚各类弹道导弹，具体数量和型号因保密措施难以确定。防御能力，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拦截率高达80%至90%，大卫弹弓和箭矢系统也多次成功拦截中长程导弹。未来展望。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缓解，导弹袭击和其他形式的军事冲突仍可能持续。
两国的军事对抗不仅影响中东的地区稳定，也对全球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社会的调解和斡旋在此背景下尤为重要。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Waking up to wonders, checking nature blunders. Got our rockets flying while the oceans are sighing. Lasers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